快走。能够今天再重新启动跨境旅游，这是我们对台湾跨境旅游这样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再生跟重建的一个机会。这也宣示我们从今天开始，也把过去只有玻璃市场能够来经营的一个形态恢复到过去这个疫情之前完整的一个市场。Thank you.